怎么有东西在打电话？是我的电话还是谁的？怎么有嘟嘟嘟的声音？是我在打电话？那是谁在打电话？那不是我吧？安安，那个安安，早。怎么突然那么冷啊？怎么突然那么冷？我今天没有带外套，因为我今天要带回去的东西太多了。刚在台中超热。好，那大家早。阿伯子安安。对，我粉红色外套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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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陈彩的订阅。哎，他怎么没有声音？